明珠团结手抄报怎么画？我们可以画出两个小朋友的形象。然后我们写上56数字的形状，因为我们有56个明珠。然后我们来画上文本框。然后我们来给它画上线条。我们来开始给它涂上颜色，绿色涂上草地的颜色，我们给小朋友涂上颜色。给小朋友的衣服涂上黄色、蓝色。我们用红色和蓝色涂上数字的颜色。最后，我们用黄色画上线条的阴影线。像这样，我们明珠团结手抄报就完成了。